我的问题。你的问题，你先看一下。哦，很难哎。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的低碳环保设施是？我看一眼。不能看啊！申哥，申哥，我们搞他好不好？过来啊！我们搞他，搞谁？申哥，我都要撕你了！申哥，我都要撕你了！我必须要撕一个。这不破的怎么开始撕呢？这不是私人游戏啊，这是答题游戏啊，朋友们！啊！啊！不行，你俩一个队儿。这不是答题游戏吗？这怎么这么累啊？这节目。蒋楼是什么？杭州。杭州市第一辆公共自行车辆。杭州市第一辆公共自行车。救命！行。因为哎，我们队和谐，哎，我们队和谐。这个还是得撕，你这怎么看得到？得撕，得撕，就撕他一个，就撕他一个。他们要撕了，可以，就撕他，就撕他，就他了，就他了。这里不好看，好看。周深，他想吃。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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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撕！你们，睫毛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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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，撕，撕，先睫毛。撕先睫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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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撕撕大他就撕，咱寡不敌众啊，撕撕撕撕，给我！妈呀！妈呀！这谁的？这个好找，没用了，看完没用。看完没用了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不管了，不管了。我们去在一楼，在一楼。救命！行。先不管他了，我知道在哪儿。这个现在是速度，你拿的谁的？谁的？这个好找，亚运会嘛，找那个现代。就这儿，就这是亚运会。对对对对对，看里面。亚运会里面。这这这这。打电话。我来，我来。绿色智能楼。喂，唐九洲，杭州亚运会的办赛理念：绿色智能节俭文明。回答正确。好，拜拜，再见。大勋，大勋哥没了，大勋哥没了。周深是什么呀？我没看懂他的。大勋看见了。啊，这这周深的什么？是十六层的三层，所以我打算去三层，这层没有。坐电梯，坐电梯。杭州市第一辆公共自行车的。车牌号，杭州，杭州市第一辆公共自行车辆。自行车在哪儿？地球的石油储量。你被看到了吗？自己拿走了。自行车在哪？自行车在哪？自行车在哪？那个谁？这边有石油吗？这也不是啊。设计理念，哎，低碳物品。公共自行车，公共自行车，这车牌号码是，也没有车牌号。哦，这个吗？喂，蒋龙的杭州市第一辆公共自行车的。等一下，
的的的的编号是800001。回答正确。我拿出了奖龙。各位成员请注意，奖龙。你什么时候被看见了 ？What？ 啊！完了！啊！我们一分都没得过。谁看见的？这太没有参与感了。目前地球的石油不在这儿，在二层吗？啊，石油在哪儿？我刚刚拿出了奖龙，漂亮啊！你这是哪个？这是我找到的卡片。标准煤，找标准煤。对，标准煤。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！我要保住我自己。啊，我的大功夫！碳交易，交易的是什么商品？这好像在上面。碳交易的商品，碳交易的是碳交易，交易的商品。喂。导演，碳交易交易的商品是二氧化碳排放权。回答正确。怎么回事？陈哥念了我的答。一棵树生长40年，一棵树。咚！吓我一跳。您的题目是啥来着？树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。哇！各位成员请注意，各位成员请注意，周深、邓恩熙 out。你俩怎么回事？我俩怎么会这么快？那我们队只剩凯哥了。这个，周深，目前地球的石油储量含量采的不超过95年。回答正确。OK。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对不对？对。没找着啊！四吧。干嘛？咱俩撕一个吧。你不要，来吧，你不能，你要是以强用强，你俩真撕？真撕。哎呀！撕来！不然这样我还有点怕了。来，这样，石头剪刀布。真石头剪刀布？对，愿赌服输。输的人被撕。对。行。石头剪刀布。认输了？你说的，大男子汉嘛，真是的。可以重新开始吗？什么重新开始？不行，你看我们队就剩我一个人了。这样，算了，咱俩结盟吧。好吧，真的姐，结盟，见谁撕谁，好吧？行，见谁撕谁。我是1399。说好了啊！说好了，见谁撕谁。我的题已经被看到了。谁啊？可儿他们。对。古生物距今有多少年？古生物到底在哪儿啊？我来了，姐，凯哥来了。那他们的被你被他们看先把他们撕了。各位成员请注意，正牌二。我本来想跟他结盟，凯哥你别走啊！你损失了一位盟友。你别走，我说咱俩别跟那儿弄，你让我跟我先把他撕。谁把凯哥 out 了？你不知道？这肯定是他们俩。化石放入，还是说，哦，1年前，和平一点。好，和平一点。哎，好想看雨琪姐的问题啊。算了吧，你走吧，我们走了。哎，找一下锤哥他们。
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还有没有卡？中国电竞中心在杭州的哪个公园？快，在那边。哦，什么东西？北景生态公园。喂，导演。中国电竞中心在杭州的哪个公园里？在北景园生态公园内。回答正确。OK。哥，吓我一跳，我又找这个板儿。哎呦！吓我一跳，我来找偷看你呢。我们三个对你一个，现在。就是我们四个了，请来一个。这样，那我们公平，就是你们拿一个跟我换。等一下，他们可能有十五分。你们淘汰了几个人？我不知道。你要是这样，你不要我的这个，反正你们也是输，所以你最好跟我换一个。就我们就凭实力。好，咱俩换一换一。行。确定啊？就最后看谁找得快。好。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。每天少开一天车，可以减多少千克？自行车、火车、汽车，白天跟每天少开，是在这附近吗？哎，汽车多少克？不会在这上面吧？死了！不在这儿，我去！我感觉我这挺简单的呀。第五代古代低碳环保设施，第五代。中国古代。啊！我怎么又回这儿了呀？低碳杭州，是这儿，在哪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要跑起来，不行，争分夺秒。各位成员请注意，距离游戏结束还有最后30秒。找低碳生活吧，应该是。哦，是这儿，生活。不对。这都不动，湿地。低碳科技车，是不是在这儿？中国古代低碳智慧，在这儿。第五代吗？古代是那个第五个。我同学。打电话吧。怎么导演还占线？喂，导演。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的卓铜井低碳环保设施是卓铜井。回答正确。宋雨琦 out。我差2秒啊！我一个人不容易，养活一家三口，真的是。你们一共获得14分，淘汰了两位成员，答出了2道题。哇！14分都是雨琦得的，14分都是雨琦拿的。我呢？好意思吗？是战术，是战术啊！我们是战术，属于自己的卡。我们是一个团队，给我跳！You are the queen 卡，我们就是 queen 卡。你们总共获得了12分，就差淘汰了两位成员，答出了1题。啊，哎，没事，虽败犹荣。我建议你们不要再往下弄了。啊，不是，二是废，我们这是零。对啊，就是2600可以了。我觉得停止也挺好的。你很会安排。哎呀，我们就你最幸运了，我来，你最幸运了，你先刮，随便刮一个。哦哦。
没有办法。这个房子，看看啊，100、100、100、100，50、50、50、50，哇！我真的觉得你们别刮了，不刮了，不刮了，得刮，完事儿，完事儿，完事儿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1300，1300还不刮，不刮了，不刮了，一骑绝尘，8000呐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哎，这样，重在参与，我觉得我这个手可以的，你再来一把，你再刮一把，输了也不怪你，再刮一个，输了不怪你，输了不怪我啊，你们不行呢，刮刮刮，咱先从底下，我真的会毒奶吗？哇，3500，等一下，你看是不是啊？就算是 R 也有1300，行，不刮了，不刮了，不刮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OK， 不刮了，不刮了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不，你都没刮过今天。你太没有游戏体验了。你来一趟跑男，高低刮一下。我不会这个姿势，哥，我不会。刮一下，刮一下。你刮还不会？你刮，你刮。刮这边那个。我觉得咱队可以的，来来来，咱就刮这个。你是干嘛在练透视吗？没事。房子，房子，没有办法，真的，我不好意思。可以，哎呦，好，200，1000，不刮了，不刮了，不刮了，太少了，得刮，得刮呀，刮一个，刮乐，刮一个，不刮了，不刮了，刮一个，不刮了，不刮了，你刮一个，不刮了，不刮了，不刮了，刮一个，刮刮刮，刮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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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好像一群青蛙，刮刮刮刮。快夸我，快点！你太棒，太棒，太厉害了，太棒了，你这么棒了，我的天啊！你今天归你一个，一个，关键你刮的厉害，最重要是，又能又能跑又能刮，真的是对我好一点。而且他超级 lucky， 嗯，超级幸运。怎么说呢？他也努力啊。可是他刮每次都刮得很好啊。他也努力，问题是。那还用你说？你俩早早就回家躺着睡觉去了。那一个人混到最后。一个人混到最后。面临了多次围剿，都成功破局。真的，我真的太可怕了，他们三个，甚至我都围剿他好几回。体力惊人，跳舞确实厉害。你真的很可惜，你就差那2秒。其实，我跟你说，姐，我在那个答案面前就是转了那么5分钟，我觉得还是看到了是吧？对，就是我觉得还是让一下你们，还是让一下你们。哎呦，哎呦，全哥，姐姐，全哥，我不服。捧自己的话，我们队没法玩了，就哎呀，聊点开心的吧。什么开心的？我们队除了比赛都挺开心的。说的有道理。好，歇会儿。谁来？谁来？谁来？你俩。哦，拉下来。行，来吧，来练。这把可能有芥末感觉啊，臭豆腐啥的。先闻一下。黄队第一次挑战。我哎，慢一点，我都怕它奔着牙。好，很多籽儿，红色的一种水果。很多籽儿啊。对，然后你吃了这个东西，然后你要吐这些籽儿，很多很多籽儿。红色的很多很多籽儿，你要吐这些籽儿。吃什么不吐什么皮？葡萄。不是不是，红色红色的。红色。对。石榴。对。像我哎呦，这个好啊！哇，这个好吃。这边，对对对，咬一口，咬一口，咬一口，多吃点好吃的。哎呦，咽了要吐出来也不好。这种蔬菜，蔬菜，然后去火。啊，苦瓜，这就是中国人的默契，蔬菜去火，苦瓜。王总，王总，王总，剪一下，别嚼了，特别辣。啊，杨宗纬老师，杨宗纬老师。杨总，等一下，说了一个字，杨宗纬。啊，这个不算吧？不是一个杨。说了一个字，不是一个杨。不算也可以，我们先往下继续。啊！咬口，咬口，咬口。哇！啊呀！调料。四川火锅香油配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他是北京人。葱花。然后那葱花还有什么调料？这大蒜。哎。啊。慢慢。哦，这怎么形容？
红的里面很多籽儿，吃什么不吐什么皮。又来一遍。红色的水果，然后它的里面火龙果。对，哇。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每次这边都是调料。我知道了。你说呀，老师。年轻的反义词。老。湿的反义词。老干妈。对，不对，不对，那是个品牌，应该不对。老干妈辣椒酱。对对对对对，往左，往左，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。哦。那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没吃出来。算了吧，算了吧。就 pass。快快快快快，那就快快。好，我感觉他俩这个好像。啊，这个啥呀？说呀。牛什么？排。牛什么？牛什么？牛。液体。牛奶。变干的了。奶湿。奶湿。你是反义词。袋装的，小孩喝的。奶粉。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嗯。吃面包的时候涂的一种东西，草莓酱。对，我现在嘴里味儿太多。雨琦和大勋一共答对了七题。什么东西？咬咬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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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使劲咬，使劲往下，使劲往下点，往下。就是是一个家禽，但是它是一个玩具。不如让它发一个声音，再咬它，给它个声，给它个声。这这下面，像这样，对。啊，尖叫鸡。往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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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前。对对对，下去。绿色的，很脆，然后有。继续，有一点点腥味，绿色的，脆脆的，黄瓜。黄瓜会腥吗？一般里面可以包米饭。抹茶，抹茶。包米饭，海苔。嗯。啊，三个字，很甜，小孩子特别爱吃的，然后很大一坨。棒棒糖。不是，不是，棉花糖。对对对。哎呦，这你得好好吃，这个得好好尝一尝，这个真得尝一尝。我哎呦，一般洗碗的时候会带的，洗碗为了保护手，然后不让手变成手说了，好难啊！哎呦，这个肯定能猜出来。你用脸碰一下啊，站上去会很疼。指压板。哎，下一轮你来吧。前啥玩意儿？这都是。往前点，往前点，往前点，往前点。啊啊啊啊！在川渝地带吃的比较多了一个佐料，花椒。慢点！哎呦呦！闻闻的，就闻味儿就行了，这能闻出来。啊。三个字，然后吃，在北京吃涮锅会放那个调料，芝麻酱。六。往前，往前。计算机，桂林，计算机。这真太过分了，这太过分了。在这。我们从两个字，我们重新。他得这么说。我们重庆一个特色小吃，然后在磁器口吃。磁器口太具体了吧？我晓得。啊啊，两个字，然后麻球，拧成，麻花，对。我先。你觉得今天这个画面你播出去，你想不想把袋子买回来？这是什么？一般汉堡里面白的那个。芝麻酱，汉堡里面白的，汉堡里面白的，沙拉酱。哦。周深和邓恩熙，刚刚你们一共猜出了八题。哇！太厉害了！看你俩了，现在。什么东西？不是你俩了。他厉害。谁厉害？这回我帮帮你俩。上菜。什么呀？
啊，这过分了啊！这过分吗？这不过分啊！这也太过分了！这上哪喝出来的？这什么呀？他怎么拿舌头舔呀？我还得喝一口啊！你能把这打开，你厉害了，我跟你说。哎，回来了！哎，我今天喝的最多的这个东西，康师傅茉莉绿茶。他们有说吗？是无糖的还是低糖？下，你戴过吗？体育老师脖子上戴了，是口哨。对，下下下，大大下，哎别下，直直往下，直直往下。问问谁呀？老师，钻的，柠檬。耶、yeah, ，下。圆的、小的，跟鸡那个很像，它是什么什么那个？啊、鸡后面的字是啥？鸡蛋啊。对，什么什么那个？蛋在第几个字？第三个字。水煮蛋。三个字。鹌鹑蛋。对 ，yes。往左。又。他们这是舌头先行啊。哎。等会儿就是他，啊吗？就是装所有吃的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就这个物品本身。盘子。耶耶耶！太苛刻了那个。我。啥去？啊啊，可以说名儿吧？那个商标名，王中王。火腿肠。对对对，你这会不会有点过分啊？哇！那是什么？黑的，黑的，什么豆腐？臭豆腐。有一首歌叫做那个什么姜啊？吉林的，那个锦的反义词。松。然后那个松花蛋。哎，哇，这你都猜得出来？东北人叫松花蛋。松花蛋他都知道。这个。就是，哎呀，这个不怎么，这个不太好。但是不紧张，你不要吃别人的这个豆腐。你不要吃别人的这个都说出来了。你不要吃别人的。你们脑洞有点太大了，储备量有点太高，反应的也快。豆腐，它就不能作为一个食物存在你心中吗？周深，起歌。唱起我。